每件事情到位的重要性，你要看出来说言，对不对？就不能说好像也许可能是这边也是，那边也是，都是，那最后就没戏唱。好，没戏唱的时候就会有压力。谁给你的？我告诉你，负能量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说负能量会不会直接给你？我告诉你，他会的。他凭什么他可以直接给你？不好意思，如果他有领着指令来的，他为什么不可以给你？他当然可以给你，是不是？他最大，不是我们大，是他大。所以搞清楚的时候，你才知道。好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哪一步不对，后面就会错错错，都错。只要一步错，后面都错。所以修行啊，一步一脚印。那有人说啦，那我年纪这么大，我那么多脚步骤啊，那么多脚步，我年纪大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给你搞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因人而异，是吧？因福而异，是不是？因基础而异，反正都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分岔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心最重要。你心想要达到90岁、100岁也达到，你心觉得有太多理由，他就不会达到。为什么？太多理由还会达到，那才怪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讲到重点了。这辈子没达到，下辈子会不会达到？不知道。所以这辈子不管怎么样，有没有三分样啊？先要有一点吧，是不是？有一点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好的开头，但事实上就是今生要给他完整篇。那跟真跟什么赛跑？跟时间赛跑。你说年纪轻，20岁，一晃50岁，30年什么都没有。你说现在80岁，离100岁还20年，对不对？20年，搞不好就得成就了。真的还假的？这时间看看呢、啊。要说20年了，一年半载，心中就感觉了，有没有搞头？是不是？3年5年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后面有没有？那你自己看了、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轻不轻松，沉不沉重，这是一体的两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面它觉得有个 key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要讲什么修行与否的话语，红尘中嘛，有压力的时候就沉重了嘛，是不是？压力就是压在那边呢、啊，个力的压力，是不是？还没达标，那你觉得呢？对不对？你觉得今天啊，这事情还没做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像在跟你讲话同时听到枪声，我就有压力了，是不是？你没听到、啊？没有。天地慈悲啊，他没有吓你，是不是？没有随着这个麦克风传到远方的你，是不是？人生不就这样吗？当你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当你没有解的时候，你就有压力，是不是这样？当你有解、有进展、有完成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如释重负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咯，好、哦，为什么总是起起伏伏、心不定呢？因为没有成就，没有决心，所以起起又伏伏。